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，喜欢我的频道，加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然后在这个2021年10月9号的这个凌晨的时候呢，有公告了，庆双十连假加码活动哈。好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好，在10月9号开始登录5天哈，第一天可以获取铜钱3万，然后第二天是魂光 100， 第三天是十字印2颗。第四天是随机绝品饰品哦，第五天是灵玉石哦，好啦，至少有送东西啦，好不好？那再来是周末礼包跟廉价礼包，骑兵鱿鱼哦，鱿鱼礼33块哦，哦33块有33个十字金，然后多一个烤鱼跟高级纪念单30个，好，就看大家要不要买啦，便宜啦。好，再来是廉价欢乐礼990块啊，十字金288，然后饰品跟魂光齁，一样看大家要不要买啊。好，再来限时情念之轮齁，消耗一定的十字金数量齁，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了齁，那最高应该是玄机的时装啦齁，玄机的时装啊。好，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啊，这个连续就是登录5天齁，就是获得一些奖励，那灵运石一定要拿了，好不好？大概就这个样子哈。好了，喜欢我的频道，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